这样的鞋子，那时候家里买不起，看到别人穿，好羡慕啊。一手表，记得家里有一块，拆开碗里边的齿轮，现在想想，真败家。这个才是土豪的东西，好像能放两个磁带。这样的电视机，在那个年代，几个村都当宝贝，能用得起的，都是城里人。我只用过双手，搓搓搓，缝纫机，见过，踏起来很有节奏。这样带大梁的自行车，学车的时候都是跨进去，呱打，呱打，呱打。哥那个时候就是跑车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人家说是照相机，可我小时候没见过照相机，这个应该是收音机。这是熨斗，感觉是把铁块烧热了再放衣服上。咦，这是包子吗？有人说是擦手的油，可我没见过，你们知道都是什么牌子吗？